我们现在的防守都采取内缩，就是尽量巩固自己的篮下这样子。嗯，哇，好球啊！传球三分球。防守一手把战局再度追平，8-8。不信，塞进来，高抛出手要到犯规。现在两队很明显都是做205公分的曾祥军，现在没有五号球员了。NBA 趋势跟世界趋势都是一样。白耀晨。杀进来打板没有摆进，常人，非常好。两军，你看现在是做高低位的单打，哦，高低中锋。嗨，第一节剩下6分钟左右，哦，跟我刚才罚球那个距离差不多。对，罚进的话就12没罚进。还是一分的落后，稍微歪了一些，没关系，进攻篮板再抢，挑战两个假动作之后，哇嘞，哇，过了一座还有一座，让比赛首次拿分，也是一手在第一节所标进的第二记三分球，哇，这球漂亮，哦，哇，这球水准很高，嚯嚯嚯 ，up and under， 嚯，哦，高手，暂停一回来，很大的球权，那你下面又要逞凶了，完全没办法，都一样，交给侧翼，还是要。从内线开始，扛进来，正常投反正不会进。诺伊今天飙进了第二记三分球，我今天一手在上半场也飙了很多记三分。哎，说到这个，哦，又来一颗，嗯，转身转得漂亮，可惜手感不好，有的进攻篮板，吴俊祥，再来一手再追。对哦，可能是目前差距最多的时候，这球再进可能就要曾祥军攻得12分，双塔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曾祥军助攻在天一，条件很好啦，非常好，可是就是还没开窍，他需要一点刺激，需要他的刺激吗？应该非常果断的就投了，因为篮底下面有双重保险。曾祥军 ，and one， 13号王正文打上篮板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。朱文如决定要自己来了吗？杀进来，可惜，稍微摆歪了点，不再分。曾祥军，哇，好球！哇，左边扛一个，右边拱一个，要到犯规。哇，哎呦，好球，可惜了。然后再外带一些 motion 的轮转的定能这样子，啊，可惜，真的不要去在这场比赛首次拿分，哇，马上要回来，怎么不进都有机会再绕出来，跑到另外一边挑篮，不要犯规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哦，欧洲步，最后 finish 罚进了第一球，哎，还不抢啊。刚才球评讲的好球，给一手三分球投起来的话很可怕，哦，这个真的是，但这个实在是完全打进来，两个人在看，好球 ，and one， 因为他应该也是以后也是国家队的，就是主力这样子啊 ，Dream Shape， 他的成长，来看这个小张加一的发球，发进去了，啊，好球。好了吧，三分球，挡快投，哎，可惜，力道稍微轻了一些。从整场比赛看来，祥军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哦，他从高位弧顶位置往内，对台湾的球员是可以啦。如果你要对欧美，比你更，不过这也代表多的。我今天可能秒的进攻时间。插板三分球没投进，这球再来。这个如果别队没有洋将，没有那种交换学生黑人，根本任何一队都被他们打假的。真的，只要派上这两支。